各位朋友大家好，这是进行晨练，然后我们在晨练这地方走一走看一看。这早上起来就是打扫卫生的还是非常的早啊。还有就是今天是星期三，星期三这个这边是收这种收垃圾，就是可以像纸板呐，可以重新回收的东西，回收利用的东西，是一种蓝色的垃圾箱。早上一早，6点多就开始工作了。人勤春来早啊，有的人还是，很早就工作，因为这边是早上的话凉快一点，60多华氏度。如果到了，中午的话，就是90多度。93，甚至到时候更高。现在是5月份嘛，5月份等到7、8月就100多度了，最高温度。这种还出现了彩虹呢，还有彩虹。然后这边是小车推着，是搭虫呢还是什么？没有，这就是看看这边。这就是这种工具车，前面是个皮卡，上面是有这种 fat， 可能是一种闻到一种味道，可能是草药吧，是什么？可能是一种草药。Best， 早上出来走一走逛一逛，就忘掉了所有的烦恼啊，然后就可以轻松，呵呵，轻松愉快一些。要自己保持这种一天要有10度的锻炼，也是一种自我控制啊。懂得自律的人值得拥有更加美好的生活。ARCADS， 这个卖食品的没有开，上面贴了个纸，是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开张？
Market, please. Breakfast, lunch. Cutting.有这样的不同。这边是一个酒店，希尔顿。酒店区和一个办公楼。等于是风景是随着这个树，道旁的树回转，给大家奉献上不同的风景啊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！现在是7:30，然后温度已经上升了，温度已经晒着后背，已经暖暖的这种感觉了，有种温暖的感觉啊。这个是有一个车，叫我们看看，这个是有一个车，看一看，当当当。U.S. government 有这种车，这是政府的，这是停车场，停车场不同。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您的点赞和评论，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。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。拜拜，再见。